怀孕了这球哟，哎呦可惜，这还不到2岁开始购物了，我是这无语了，真的无语了。不行嘞，我甚至对你无语了。哦哦哦，行，那个就不要了。这个不敢，这个不能拿，这个卖了拿吧。这个不敢，这个不敢拿啊！再拿一包，差不多行了，不行，够吃的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就跟一个屁似的。拿出来。布丁看前面，头一回带布丁出来做物，服了啊！上面是灯笼啊，又吃上锅盔了。看这个八爪鱼，正在趴在这上面吃这个海虹哟。这太黑，撒嘴，撒嘴，啊！嘿，哎，吐沫了，看，这个东西遇到危险就这样。疼了怎么样？都吃的还剩壳了都，你是真能吃。他要把我手当海虹了，你看看，给我裹起来了，看到没？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来好东西了，鼻子哎，钻进去了，看到没？跑不了啊！朋友们不用着急，跑不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。摸到了，摸到了，快点！这个东西啊，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情况之下，看到一般就是跑不了，主要就是看你力气大不大了。好没？怎么样？大吧？这个头可以了，大吧？海棒，好，来货了。黄蛤蜊怎么样？特别多这个东西啊，太多了。这球，哎呦，这不那个海鲶鱼吗？死掉了，可惜，怀孕了这球哟。哎呦，可惜了，这个鱼籽你看看，可惜可惜了，怀孕了。这个鱼籽特别好吃，可以红烧一下。金锣，不是寄居蟹呀，这不有寄居蟹吗？这么多寄居蟹怎么这不要了？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种海鲜吗？哎，两个触角，因为这种海鲜能让朋友们解压呀。我说的没毛病吧？啊，来吧我的小宝贝儿，哇哇，我是这样吧？朋友们都嫌我不捏猫耳朵，有时候吧一捏那个沙子都进去了，都进去了，这吃就没法吃了。这别说了，这肯定又是的，叫了花旦蟹窝了。现在哎，又一个，这个东西最能装死了。出来喽，哎，出来喽，让你们看看啊，看看它是怎么装的。